第22题，丁丁将装有100毫升氯化钠水溶液的烧杯倒入蒸发皿上加热至结晶，则氯化钠结晶应该有多少公克呢？我们晓得末浓度是体积分之末，体积要用公升做单位，那么也就是末呢，就是我们的末浓度乘以体积。我们现在呢，题目告诉我们，氯化钠水溶液有2大 m，我们体积有100毫升，也就是0.1公升，也就是算出来我们的氯化钠有0.2 摩尔。我们又晓得我们的摩尔的算法是可以用质量呢，质量去除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，那么分子量就是原子量相加。那么我们的是氯化钠，钠的原子量是23，氯的呢原子量是35.5，然后所以算出来呢，我们的氯化钠的分子量是58.5，所以我们现在呢有0.2 摩尔，我们的分子量呢是58.5，我们要求我们的质量，所以我们的质量就是0.2乘以58.5，算出来呢是11.7，所以我们含有我们的氯化钠11.7公克，我们的结晶就应该是11.7公克。第22题问我们说，则氯化钠结晶应该有多少公克呢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11.7。